真的是太可爱啦！南韩大师女团 G-IDLE 来台参与2023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五位团员14日出席来台记者会，主办单位也送上台湾夜市小吃以及体验夜市游戏弹珠台，与其更献出可爱三连拍，萌翻全场。卤肉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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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卤肉饭。体验夜市游戏 GI 的出道资金有多首破亿歌曲，现场跟清唱 combo 也让大家陷入疯狂。其实呢，这个 GI 的他们能够有八首破亿夯曲，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特别想要请教一下，不晓得团员们有没有私心最喜欢哪一首歌？那就最新歌《怒》，新歌最喜欢，因为他是写了，因为歌词写了蛮多我们的想法跟意见。저는개인적으로아무래도저희가뭔가새롭게시작하는마음이또풍부이나가장기억에남는것같습니다团员们帮我们清唱一小段，让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还有正在守候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可以一饱耳福呢。사랑그날도잠이내눈에눈을한밤으로림없지너의하찮은말에미소나지참고跟团员们的互动哦，都是很有趣啊！深受粉丝喜爱的这种互动，是不是可以在今天现场也再来多说几句中文呢？今天见到你们，能不能我很幸福，也很开心，很爱你们，新年快乐！哇，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很棒，谢谢。一月二十一日台视，不见不散。哇，真的是太期待啦！除了开心舒华回娘家之外，粉丝 Never Never 也别忘了这周1月21日除夕夜准时收看红白艺能大赏 GIDLE 精彩演出啦！